前直排国手的自首有多强硬，能否打得过体院的小球手？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一平方。我们先来看场蔡锦荣和梁煌昂的比赛。这是在中山康乐体育举行的一场交流赛。视频中的号码选手是蔡锦荣，他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的。蔡锦荣他的打法是有点特殊，他是小球打法，他的正手是反敲，反而是神交。而蔡锦荣的队友是梁煌昂梁老师，梁老师他是直板两面反交。梁老师是以7-3先拿下了第一局，主要是第一局对手还是有点不适应梁老师的这个发球。梁老师这个球是一个防守的弹力球弹击，像这个技术现在已经是非常少见了。梁老师是以7-7拿下了第二局，现在是大比分2-0领先。对这场比赛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我们在视频下方留言互动。梁老师他是前乒乓球的国手，不过他已经是退役30多年了。像成都体育学院很多都是体育生进去的，从小是有在体校接受过这种专业的乒乓球训练。最后是梁老师大比分3-0赢下了比赛。